北台湾海域首度出现船段漏油加货柜坠海三合一的重大事故。海面上被黑到发亮的燃油覆盖，海水都透不过光。上百龙级的货轮因为故障失去动力，在澎湖的白沙乡的外海搁浅。好，西子湾海面上浮着大面积油污，这是16号空拍机拍下的画面。当油工用到南西洋海上浮油工放弃固定的案件，这个刚随着风号海上污染范围扩大。看到油污的惊心画面，我们想到了有效收集油的方法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海事群创意组，作品名称是《海洋污染之集油装置》。此作品是我们制作的船模及吸油装置。船模的材料采用可回收的环保毛特瓶制作而成，不但可以兼具环保，也能节约材料成本。船尾载体平台采用的是 PVC 板进行切割，设计成可升降的平台，可随着船舶吃水深度或海况影响调整至最佳高度。搭配螺丝将载体平台固定于船尾，整体船舶美观设计是以具有防水性的压克力颜料彩绘船身，并以海洋特色的风格为主体，呈现船体的特色与亮点。稻草当中的纤维是天然的材料，对环境较无负担，可被大自然分解，所以我们使用稻草作为燃油所主要的材料，承受拉伸的力量。为了解决稻草绳各段浮力不均的问题，选择使用废弃回收的泡棉来改善。集油装置的皮带材质选用吸油效果极佳且表面平滑的细胶板，刮板材料则是利用破损的塑胶资料夹，配合橡皮筋拉力调整刮板松紧。其余结构体和部件采用 3D 列印制成，最后将马达、螺丝、螺帽与培林等零件进行组合，驱动滚筒运行。刮板的固定需考量角度、压力和位置，才能有效地刮出皮带所吸附的污油。借由燃油所限制油污的范围，再利用细胶的吸油特性，将海面的油污吸附，由运转中的滚筒带动细胶皮带至刮板，再运用刮板与细胶皮带之间的适当角度，将油污刮除至集油槽。经过测试结果，本作品的集油效果显著且可行。经过适当的改良，可以依任务性质做有效的水面除油工作。结果讨论，在制作与测试过程中，总结了一些可以改进的细节，例如：一、载体平台升降的设计；二、马达与电路系统的防水密封处理；三、此集油装置将来可安装于海港码头等海洋设施使用。未来发展：一、可在皮带上增加凸起物，在汲取鱼油时能将海上或港口边的垃圾进行回收。二、可增加自动化控制，减少人工。谢谢观看。